走吧，接姑娘去吧。嗯。还惦记吃点大蒸的。嗯。再晒晒它。给晒晒，人家都熬了，你看。今天买了点大蒸的，多少钱？白菜才5.9块，太便宜了。不好，你看着没？有这样的。那你这个价格，它肯定得有稍微不太成的。有大有小。有大有小。正常这样都占的都10块呢。吃吧。现在这段时间就是接我姑娘，姑娘他们明天就分班了，老师让我明天去到取通知书去呢。本来这两天想回家再干点活，回不上了。呵呵呵呵，啥呵？这两天猜不准，昨天下午下点雨。走吧。下了吗？下了吗？嗯。拿伞吗？不用。走，我要加薪饼干了，给你一个好吃。现在送姑娘去语言班上学。哎呀妈，丽涵，这怎么裤子怎么能短成这样式的呢？我知道了，春天买的，现在这这么短的，还长挺快呢。也长哈。我语言班到没到点啊？没有，赶快，马上到点了吧？5点呢，还有20分钟。给梳梳头。你说你非得给他绞着刘海干啥？热死！他那天说想刘海长了，我给他绞绞，然后我就给他绞了，这不挺好看的吗？多热呀！一夏天都长长了，你说你又给绞了。真快呀！哈，这家伙长的呀，天天搁一块看不着不咋地儿，这身高也长出来了。大啥？也这么一瞅不矮了。不矮了。那裤子他春天买的，秋天短成这样式儿。往后点。过来。上耳边。我给他搭配咋的？立马好不好看？他裙子跟他裤子今天不搭配的是一套吗？那是一套的。啊，对呀，这对劲儿吧？你穿个大袜子，你得穿下矮的袜子。上哪儿买去？上跟前买啊？啊，你穿哪呀？给买个两个啥薄裤子？这么薄溜的就皮了吗？哪个？就咱看那个吗？啊。也行，但是你找个有合适的号。你喜欢哪个？他这就是12的。嗯，那晚看那衣服好看吗？就是好看这个。嗯。要哪个？要这个？要那个？这个也行。这个。嗯呐。不喜欢的话，我那个什么，可以再换呗。啊，没问题。没事哈。啊。我因为不在这儿。行。我那个。肥的不？松快得劲吗？这也差不多吧，这也差不太多，是吧？嗯呐。啊。这也行。这种有吗？69打完折117起。那这种得有吗？嗯，看有没有号。这是137码，那不行了。没扯，俺家个矮。再买一条，那就再上一家再选一选。刚才又转了一圈，又给姑娘买了一条裤子，两条裤子花了200块，还行哈。第一条裤子买的我感觉挺好，第二条裤子回家给丽涵试试吧，看看能不能好看。啥色儿的？绿色的还是棕色的？绿色的。